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，今天给大家来一个重磅的羽绒服。这款呢是波司登他们家的品牌的，这款羽绒服呢是相当于一个派克服，也相当于工装服。它的款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，当时一眼就看中了，所以就买回来给大家测评一下。当然它的价格呢也是比较贵，我是活动的时候入了1600左右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版型，它的版型呢是个工装的宽松的一个版型啊，非常好看。然后袖口这里呢它是一个松紧的袖子啊，这个毛领呢是个盒子毛领，真的是特别好看啊。而且我捏了一下，它也不掉毛。非常的大气有质感，我买的这个呢是丽卡其色，然后尺码呢是16084A 的，大家到时候参考一下穿上身的一个效果。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一个做工和细节啊，做工不用说了，真的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大牌它的质量完全就不会差到哪儿去啊。拉链也非常顺滑，它是拉链做了一个古铜色的一个拉链，非常有质感。这个配色颜色有四款颜色，我觉得这卡其色我觉得最好看的，所以我就入了。看一下口袋，前面口袋还是挺大的啊，这里有个翻边的口袋，然后这边呢是不带翻边的，直接插进去的，还是蛮个性的。上面这里呢它也是做了一个这种翻边设计，另外它这个翻边设计还蛮独特的，因为它这是磁力扣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，不容易翘边，做的细节真的是很细节啊，给它点个赞。这里有一个磁力的一个扣子，圆形的比较不明显啊，不过还是蛮不错的。一个手真的拿得好重，就有点抬不动了。它的容量呢也是非常多的啊，90%的填充容，后面呢也是有一个这种层次感的一个翻边的设计。看一下袖口，包括这里它做了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层次感，后面看也非常大气。下摆这里带一个抽绳，到时候是可以上身去调节的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身吧，看一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穿上身真的不一样，非常高档，而且它这个毛领我觉得太好看了，它是不掉毛的那种毛领，我非常喜欢。而且它是个工装款式的，就很简明，穿上身我太喜欢这个款了，这个款真的非常值。拉链呢也非常的顺滑啊，包括这个翻边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磁力扣的啊，然后就是风刮的话也不容易开的，真的还是蛮细节的，太细节了。袖子这里呢还有个口袋，刚才还没注意到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整体吧。下面搭配黑色马丁靴，我们看一下后面，整体的效果真的还不错啊，我是非常满意的，而且我穿的这个尺码是刚刚好的。下摆的话我们把它收一下吧，因为它下面有个抽绳是可以这样收紧的，我们给它调节一下，这样的话呢下摆是带一点收的，大家看一下感觉又是不一样了啊。长度的话刚好是包一点我的屁股的长度啊，搭配一个包包，真的满满的高级感。它的这款毛领呢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啊，到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翻领了。整体来说呢这款派克服真的还是蛮值得入手的，我觉得过年的时候穿也是非常大气的。今天这一期派克服，大家觉得款式好不好看呢？记得给我留言评论哦。